各位同事啊，由这篇讲义啊，各位如果已经先看，就可以了解啊，这个在像戏曲史上就会出现的，有一些。像这一个参军戏、送杂剧，类似这一些古剧的现象，什么现象呢？它的资料非常的少，不止少，而且支离怎么样破碎，支离破碎。所以呢，对这段历史啊，他的这个研究和考述啊，可以说一向非常的模糊。那我所运用的方式，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出来？我所运用的。主要有两样，一个是让资料自己说话。那资料因为非常的零碎，所以就把资料按照类型、按照它时间的先后、按照它呈现出来的。那个迹象，先把比较明显迹象的先集中在一起，由这一些可靠性的东西，然后彼此之间，资料与资料之间互相对话，互补有无，注意互补有无。呈现出一个彼此呢有先后、有具体的这个事迹现象的，先做主体，然后做初步的认识，接着再由这个核心。把其他第二类型的资料和这一些又可以比附上了，和第一类型的资料又可以互相勾勒比附上来，然后证明说这一些资料也是同样是在谈一件事情。比附完这一些以后，在第三类型又加进来。所以越加就越多，我们对这个事情就怎么样，越清楚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啊，资料之所以支离破碎，是它戏曲的演出，它有没有哪一条资料，是从开始演出记载到最后的啊？没有。他们只是呢，这次演出我看了，里边有什么重要的意义？我把这些意义呢，用我的观点写出来，我记录其中某一个场景说的某一些话语，把它记录出来，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运用刚才的方法，就逐步的把这些单一场景、零碎资料，把它组织成为网状，成为呈现更多内涵。我们一说对这个参军戏的整个情况，
虽不是完整，但是也怎么样，也里边可以抓住一些正确的讯息。这是我们呢应用的方法啊，这种方法呢是对付这种零碎的资料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方法，这是文献资料。而现在呢，田野考古啊，田野考古会去调查，从古墓里边，从这个历史的古迹的遗址，从一些画在石头上、画在墙壁上的一些所谓壁画、画像石所呈现的同一个时代的怎么样？同一个时代的资讯拿来互相印证，使我们这个文献里边平面的资料更加怎么样立体鲜明。我们呢这篇文章的应用是如此。各位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自己吹牛啊，我在哈佛大学一下找了许多资料，里边有图，对不对啊？有画像，有资料。而这个什么呢？这期间呢，又常常有一些我们推测出来的，推测出来不敢肯定它，但是什么样？拿那些图像，拿那一些什么来一印证，哇，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比如说画像石里边画了一个场景，他告诉你这在脚底系，那我们呢文献上也有许多地方描述到脚底系啦，你把文献描述的拿来和这个画像里面的脚底系一看，哇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脚底，再一看这是日本人的样子，现在相扑不是和这个还一样吗？所以这个是连锁起来的啊，连锁起来的。比如说我们说唐代的这个管乐器里边有一种叫做洞箫啊，当时候都称尺八，那尺八就表示说这个乐器它有多少，一尺八寸。哎，日本的这个什么呢，太仓院里边保留了唐代的一把尺八，拿来和我们唐代的这个古乐器的记载一比，嘿，活的这个样本还在这里啊。我们说这个琵琶现在都竖着抱着了，可是韩熙在夜宴图里边的琵琶怎么都画到横抱啊，啊，唐代的那个祭月图里边琵琶都是横抱啊，只是那时候的横抱呢，它弹还有拨，还有一个拨。哎，我们看看我们泉州的南音，台湾的南管的琵琶，哎，还是横抱的。那可见南管的这个琵琶的古老性怎么样？超过现在很多啊，所以这些啊，自学的应用、资料的应用，我一再和各位说过，研究戏曲啊，不是只有文献资料，
各位再倒背一下，我和各位说哪几样啊？文献、文物，文物有田野考古的文物，有一般遗迹留下来的文物，还有田野调查的状况，这是针对现在还有的，还有田野访问那些演戏的或者相关的祈祷，还有你亲眼目睹的怎么样剧场的演出，这些都要哎，都要啊。所以戏曲学啊，严格说来，戏曲学不是像古人说的不登大雅之堂啊，这个各位也要认识。你看这个爱因斯坦，当年呢，从太空中，从太空的结构里边有一个黑洞，一定有黑洞，谁也没有看到。哎，我们台湾中央研究院呢了不起，现在呢，中华民国呢，就是因为这一个研究团队出了几位了不起的领导人，勇于结合第一流的学者，以我们台湾的核心组织世界性的，把李远哲要叫他们盖房子的钱拿来投入研究，终于我们看到了，果然有黑洞。果然有黑洞。你看爱因斯坦死掉多久了？他的智慧，还到现在有人给他证实，说学术常识这样的孤独寂寞，但是也这么有趣啊。我们这一篇呢，当年呢，我写完以后，说要能发表这么长的论文，尤其我应用的考证的态度方法是从来没有人有过的。幸好当时的系主任呢，这个谁啊，龙以纯先生啊，他亲自拿回去帮我看看。看完说全文照灯，就一句话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啊，好，这是一个各位一定要能了解的。第二呢，碰到一些问题，一定会先会有疑，对不对啊？有疑。譬如说，两段同样的有关参军系的原始资料，为什么一个东汉的资料不说是参军系，要到北朝的后赵时乐的时候？才叫他参军系。你看碰到这个问题，我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我说参军，万一东汉说还没有参军这个官，他会不会有参军系啊？哎，果然这一考察，我就从这个任大平先生的唐戏弄发现了资料，原来参军在西汉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参与军务啊，参与军务，那时候的参军就等于现在国防部的参谋总长啊，地位高还是低啊？地位很高的。地位很高的参军
绝不可能被拿来在戏里边弄的。哎，慢慢的又看下来，参军的这个名词，同一个官职，开始地位贬低了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近代东晋以后。你们想到一个大诗人，谁啊？哪一位大诗人做过参军呢？啊？鲍照，对，鲍参军，对不对啊？鲍照做过参军，还有一个呢，比他更有名的，陶渊明嘛。陶渊明做过镇军参军，那个参军的地位就低了，就是在一个军队里边，他只管啊，管一些不重要的采购啊、接待啊这些，啊，所以就变小幕僚了，由大参谋变小幕僚，啊，那暴躁的这个石勒的时代呢，当然也是这个时候，所以石勒那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小官员的这个。他贪污来当戏弄的对象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又发现参军戏啊，把资料一拍下来，我们又可以看出起先的参军戏，那个参军是主角。在唐代的参军戏，他是主角了，他不是被侮辱的对象，他只是一种在鼓击诙谐，和他的对手演戏。好，又发现了唐代的有个人写的。对于当时候参军的这个，它变成一种什么呢？一种，对功臣、大官贵人的子弟给他的一种官衔。这种官衔呢，就让他们能够将来要做官以前呢，可以先有一个机会。训练自己，训练自己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名气比较高的，所以也不是说青望子弟，而不是一个小幕僚。到唐代又变成这样。各位知道，我一再说过一个名词。它会不会因时空变化、意义变化？我一再拿哪一个来说啊？先生、小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先生可以做长辈，可以做老师，可以做你尊敬的人的称呼。可是呢，也可以做相面的。啊，道士之类的江湖，这些人物。那小姐也一样啊，啊，小姐还可以做歌妓、娼妓，啊，不同时代它的意义不一样。参军戏的参军也一样。所以唐代的参军戏开头的时候，它是为主，啊，他演戏的时候他是为主角。可是慢慢的怎么变成什么两个人开始呢有一个装疯卖傻，就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相声啊这个系统以及后代的演出，总是有一个装聪明的，一个装笨的，两个人呢互相演出，语言调侃，
使听看的人得到一种娱乐愉快。这又怎么来的呢？所以我发现了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种演出，叫做弄痴。弄痴就痴呆的痴，弄痴就表演一种痴呆的这个专门演出。参军戏就把这个弄痴的这部分吸收进来了，那参军戏中堂以后，又有主演者叫参军庄，然后呢，也有演出的对手叫仓户，叫仓户。那像这些又是怎么来的呢？那参军戏里边怎么也有变成有一种人物叫呆木大？呆木大显然就是什么？哎，就是白痴，叫呆木大，所以显然是弄痴这个进来。参军戏怎么后来变成什么呀？咸淡、冷热、酸甜，用这种呢一种截然的对立，冷热、酸甜、咸淡，都是一个对立的。可见参军戏慢慢的演出就变成什么呀？一种明显的对立。好，参军戏呢，我们往下的资料一排比，它就又出来了。又看到怎么样？演出的时候，怎么有一个人装疯卖傻的？那个装聪明的最后总是拿一个什么棒槌一敲一打他，就打击扑击的这个动作。这个扑击的动作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在里边也找出了，在晚唐五代的时候，五代是哪五代啊？后梁、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哎，我真为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啊，不要说唐、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他们绝对是遥远在天边，恐怕孔子生在哪一个时代也不知道了啊！将来一定是这样，脑袋是白痴一张，白纸一张啊，只知道有小台湾，有阿里山，连太平洋恐怕都不知道。那是就梁唐的那个唐后唐啊，后唐庄宗是一个演戏的痴迷，不只喜欢看戏，自己也演戏。有一次他自己就在演参军戏，然后自己就说：李天下，李天下在哪里？天下就是谁啊？皇帝。所以李天下就自己在找自己啊。结果他有一个身边一个戏子叫谁啊？哎呀，等一下看看吧，是洞童还是另外一个人啊？这个里边都写，就从他嘴巴刮了一下嘴巴，开玩笑，一个戏子敢打天子，可见他们两个关系亲密不亲密啊？太亲密了，皇帝已经不像皇帝，那大家
觉得你一个戏班的这个人怎么打天子就把他抓起来，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打天子，他就说你天下只有一个人，怎么可以随便被乱叫的啊，表示说这个地位之尊崇。哎，庄宗呢反而怎么样高兴起来了，还赏给他钱。那么从这件记载以后，在演出就有铺及的动作，所以类似这个应当就这个动作来源。我说这些啊给各位听啊，就是它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种东西，是在这个戏参军戏原来到底什么东西，内容怎么样，如何演出，可以说一团迷糊。而经过我们学术呢，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研究的态度方法，逐渐把它呈现出来，发现里边这个时代的这些资料出现这个了，而这个又出现这个了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？注意，学术很重要的，太多的学者只说出现了这个就完了，而从来不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，出现这个有什么意义？知其然，而常常怎么样？不知其所以然，这在治学上都只路途走一半而已。啊，这个自我训练，各位在年轻的时候，尤其也要注意。所以我一再说，上我的课，不是知识的传授。知识的传授我都写出来啊，我只要告诉你我的一种研究的心路历程啊，和如何处理解决一个学术的问题的态度方法切入点啊，如何展开层面的铺垫和说明。好，各位，经过以上，我们呢就可以给参军戏做一个总结了。第几页？第几页？好，第十四页啊。小节，这个我们上次练过了啊，得的这一段的这个描述，各位想一想看，这一段里边你们如果去把它分析，写这一段里边所过程的那种参军戏过程的元素是相当多的，而每一个元素过程的元素，我们是一步一步把它考察出来的。所以刚才所说的一些名词，是不是都有啊？好，佩欣，我想再把它念一遍，啊，再印证一下。说到这里，似乎可以给参军戏做这样的提问：参军戏是上承汉代早已遗风所发展出来的宫廷优戏。论其表演形式，则始于东汉和帝之时丹；论其名称，则定于后赵时石勒之周延。唐代以前，
戏弄三观为主要内容。唐代以后，因参军官多以民族子弟充任，因之戏中不再扮饰三观，而发展为假官戏。其主演之假官之长，谓之参军装。他的扮饰一般是绿衣鬓剑，通过透额罗、脚蹬、皱纹靴，脸面可以俊扮，也可以墨涂，大概是依所扮人物而定。与参军演出的对手，有时只有一个人。中唐以后，这个对手叫仓库，他的扮相可以是纯衣错节，而参军有时也与群优合演，但未知在这群优中是否也有一位主要的对手叫仓库。唐代的参军在戏中最多只通过被调虐的对象，被戏舞的情况则没有，倒是他的对手往往成了被他戏舞的对象。参军戏的旨趣有纯以古籍为笑乐的，也有欲讽刺匡正于古籍的，仍有先秦幽灵的余韵。参军戏起码在古代时已吸收了北朝以来的弄痴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参军演出的对手就叫木大，于是参军戏中咸淡的对比就更加明显。参军戏的演出固然以闪烁科范为主，但也配合音乐歌舞演出，这应当是经常的而非止于偶然。参军戏的演员不只可以男扮女装，也可以女扮男装，其演出场合原本是宫廷宴会的御前成印，后来也在官府宴会演出，有的大官贵人更以家童为家乐。而在元稹连问浙东的时候，参军戏就已经流入民间了。也许是受到民间戏曲的滋养，参军戏在表演艺术上不再止于映舞眼眶、作揖唱诺和歌舞，而像刘彩春那样优秀的演员，表演时是很讲究言辞的雅措风流，身段的低回秀美和歌声的两岸彻云的。这样的参军戏已具备装扮、扮演、音白、音乐、歌唱、舞蹈、身段等戏剧条件，只是故事性还很薄弱，往往止于一时一地的应景之演出而已。然而开元间，陆羽既然一位参军戏编剧，则其演出必有一定的内容和程序可以依循，应当以不止于即兴式的舞姬唱念而已。好，为什么我特别说应当以不止于即兴式的舞姬唱念而已？因为一向的学者都说它只是即兴的舞姬唱念，所以王国维的这个宋元戏曲考不把它当作戏剧，戏曲不把它，而称它为古籍戏，是一种古滑稽啊，我们现在滑稽都念古籍啊，是一种非常古籍诙谐的啊，用语言为主来演出的，没有歌唱，他叫古籍戏，他认为这还不是戏剧啊，啊不，他认为这还不是戏曲，这不是戏曲小戏。唐代啊不，近代有一位我的老师辈的任纳啊，纳就是言字边一个内，因为他自己称他纳一言不会说话，所以他的别号就自称怎么样？钟敏。各位要注意啊，中国人的名字号是有连锁意义的，名是你在宗谱里边给你的，古人也常常单名，
不好叫，像鱼，鱼就不好叫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常为家知乎者也，直头阴谋，说言推，我们就叫言之推，啊，或者是加个孔子、孟子的子，让他好称呼。那名和字之间，这个字呢，常常在你长大以后，有时候16岁，有时候18岁入关了，你父亲呢要祝贺你要成年了，于是就会找一位有头有脸的长辈名人来给你命字，然后一定会写一篇文章叫自说，啊，为什么我要给你称这样的字？比如欧阳修，他字怎么样？永熟，有没有啊？永，我这个永，熟，熟户的熟，这个叫命字。而名和字之间意义上一点关系的，这长辈就会给你写道理，然后呢，希望你长大以后就要这样去做人。你父亲就要包红包给这个命字的人。所以有好一些啊文人啊，他的文集里面写了一大堆这个自说，啊，自说，我就说这个家伙啊一定没什么事干啊，专门赚这种小外快啊，是这个道理。你看欧阳修的修，这个修的意义就长的意思，修就是美好的意思。那欧阳修字永熟，永是不是长的意思啊？熟也是美好的意思啊。啊，郑成功名森，字大木，森林的森，那大木不是希望你做国家栋梁啊，都有关系的，你们留意一下。孔子为什么名丘，字仲尼呢？因为孔子的丘的旁边有一个叫尼山，啊，尼山我去过。孔子呢，脑袋啊，说像个山丘，说孔子一定长得很难看，所以他的名丘。那仲尼，那个仲是什么意思啊？排行老二，是他的母亲在尼山祷告生下他，所以叫仲尼。啊，孔子名，孟子名轲，字子舆，子舆那个舆叫车厢，那轲也就车的车厢。苏东坡名什么呀？名士，字子瞻，因为车上那根士是古人怎么样？古人不坐车，坐下来那个要辅轮安居，轮子要包围草，叫辅轮，辅围包起来，等于现在的怎么样？现在轮胎一样，坐起路来不会颠簸，比较不会颠簸。安居，车上在设有可以坐的座位，叫安居。这个只有皇帝或者是对待年老的
才可以做，否则都是立上站着的。那不管你坐着你站着，你车过去了，如果大家对你欢呼，你是名人，你要回礼，你一定在那一根车前面的横木，这个横木做什么用啊？就像我们公车和那个什么地铁，你可以抓住，使自己不摇晃跌倒，那个叫势。那向人表示礼节，就靠着这个势。比如说文美，我站在势，靠势，助势礼，瞻助势礼，就是像行礼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苏东坡明示字子瞻，懂了没有？都一样的啊，中文系这些都要基本常识都要知道。那个号啊，一定是你长大以后自己有什么样志气，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一种境界的这个体会，才给自己取的字。苏东坡的号是什么？东坡居士。那是因为官场那失利了，被贬到现在湖北的黄州。在赤壁上边的那个黄州的濒临长江的一个山坡上种田，所以自称东坡居士，住在那边盖了个雪堂，这雪堂我也去看过啊。那居士就说什么？一心向佛。我虽然没有出家，可是我一心向佛，不与世人争名夺利。所以东坡居士，那个民国初年，民国就晚清末年，秋瑾自称什么剑湖女侠，哎，她是革命者。剑湖女侠，欧阳修号什么？六一翁，因为他家里有六样，包括自己，所以称六一翁。啊，或者呢，以自己的书房为名，表示我是一个读书的君子。等等，这个号形容自己的心智。好，糟糕，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啊？正常是讲是这样抛音嘛？刚才我们是讲什么讲到这里的？木大。哦，木大。那呆木大，就形容说你这个人是笨的。啊，那里边我们也说到，弄痴装疯卖傻。闲淡就是两个人演出是一种对比的称呼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呢
起来啊，我们都对参军系啊就相当的了解。那王静安先生，人呐、啊，啊，说到人呐、啊，人呐、啊，他叫做任宗闵，字，他的号呢叫做阿北，他自己就说：“我研究北曲，啊，词是北宋，这是我最专长的学问。”所以他自称阿北。他呢？也认为啊，这个参军戏不是戏曲，他起的名字叫科白戏，就是有动作、有编排的，等于现在的什么话剧。所以你看这两位大学者，他们起码呢，没有我们弄得清楚。我们这里边，不管从文献上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参军戏演出的时候，绝对有音乐，对不对啊？女儿弦管弄参军，歌唱，我们这个资料里边也很多，说毫无问题，它是一个有歌舞的。演出了是小戏，那为什么这两位大学者都没像我们这样断定它是宫廷小戏呢？因为他研究的时候没有像我们运用的方法，他只是片段片段在讨论问题，而每一片段他看到的资讯，音乐的资讯，第一偶然出现就没了，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经常的。可是我们把它连缀起来，它其实是很重要。他忽略了这个记载，运用资料的记载只是演出的片段，这个记载都因人而异，是每个人要来取记载这个演出的目的，不像我们现在要来演它的全面性的演出的构成情况，不是啊。所以我们能够比王国伟，比任阿北先生，他们的影响很大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他是不到位，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，是这个缘故。我们看到的这个田野考古文物的演出毫无问题，也必然他有乐器，你怎么乐器干什么？当然和音乐有关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如果我们这个文章呢，只是谈参军戏考述，那这个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可是我们题目呢，唐参军戏及其演化之探讨。那演化就可见参军戏它的历史呢，有相当长的历史。从这个演化的概念，各位可以从我的章节看出的很清楚。第一，参军戏是怎么样？第一，
第一就是他的后代祖孙，血脉和他是一样的，向祖父传给父亲，传给孙子，这叫嫡一。那他嫡一是什么呢？诵经杂记验本啊，诵经杂记验本。那我们还把相关的剧目找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不只在说这个剧种，它的这个组织结构，而且在说它演出的内涵。然后各位再看第三章啊，我们开头的目录，南戏北剧中之院本成分考述。那可见戏曲的发展到了宋元，有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啊，宋金元。那参军戏有没有消失呢？没有，它怎么样？它变化，转型变化了，它融入了南戏北剧之中，它把自己融入在里边了，变形转化融入成为怎么样南戏北剧的一部分。但是我们很清楚，还是可以看出它就是参军戏的成分。甚至于什么到了清代，它变化得更厉害，转型成为另外一种表演艺术，不是戏曲艺术了，而是说唱艺术，那就是曲艺相声。曲艺相声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跨越了多少个时代啊？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五个时代啊，这个呢，各位学术啊，有一种啊，所谓系统性的研究，或者是主题学的研究，像这个是属于参军系这个系统，从原生到最后是一系列下来的。这容易不容易啊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第一，我们要事件洞察它明的潜伏的转型变化的情况，还有另外一种主题学的研究啊，也对这个各位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非常有意思啊。可是他呢，对自学是另外一种训练。所谓主题学，打个比说，以人物或者是以事件都可以。拿人物来说，像包公研究，那么包公这个人物的怎么样历史的形象转化成民间的形象，因为他
引发出来的各种文学体类，各种文学体类。那么以它为对象的文学体类含藏着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和特色？像这样的一个研究下来，各位，你就必须要能统合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资料，所以它也是一个相当高难度的。高难度，如果事件呢，比如说观音菩萨信仰之研究，那是信仰这个事件，同样的是一个主题学的问题，那它包含的可能更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它包括宗教延伸出来的艺术，宗教延伸出来的风俗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更加艰难。啊，我们这个呢，是系统性的，比较简单。啊，但是都是各位呢，在自学过程中啊，不妨自我训练的一种方式。一种方式。好，下边这个诵经杂句样本，我们的探讨的方法其实和刚才没什么两样。首先，你为什么说它是第一呢？为什么诵经杂句是参军系的第一呢？证据在哪里啊？于说我们用的方法，也把更丰富的有关诵杂句的资料，片段的记载，加以梳理分类，这些资料和前边所说的参军系的资料性质是一样的，但第一个前提，你要对诵杂句经验本这种句种的名义的定位，诵杂句的杂句，你会发现它有广狭二义。广义的诵杂句就是和汉代的脚底，东汉到南北朝的百戏是划等号的，广义的。狭义的呢，就它单指宫廷里边，宫廷教坊里边13个演出的单演，其中演出杂剧的宫廷杂剧的叫杂剧社，这是狭义的。那你会发现这个狭义的杂剧社，事实上它的前身就是参军系。好，所以呢，只要是这个那个资料里边自己称杂剧的，他是不是明明白白就是杂剧的资料啊？自称杂剧，如果他自称杂剧，啊，又怎么样呢？
又说又出现参军，那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个杂剧就是参军戏，它的前身就参军戏，是到宋代改名的。那改名有它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第一种资料把这个找出来，就拉拢了参军戏和宋杂剧之间的关系了，啊，他直接下来就没问题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步骤。好，这些既然有了，那么第二部分的资料是什么呢？凡是自称杂剧的，是不是可以就来归队了？因为有前他的前辈自称杂剧，又叫参军戏。现在另外一些资料只自称杂剧，虽然他没有说他参军戏，但是他已经就是从参军戏变化的典型的杂剧。好，从这两个资料我们又可以分析出杂剧的那个过程的要件，比如说装扮、演出啊、作用，种种都可以，可以不可以把它分析出元素来啊？好，可以的话，那么各位在下部呢找了资料，只要和这些元素相同的，它也必然是杂剧，虽然它不自称杂剧，它只是记载一个演出的片段，但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是杂剧的演出。是不是资料越来越丰富，对宋杂剧的面貌的呈现，哎，就清楚了。好，那接着要解决说，为什么到金代，金代起先也称杂剧啊？因为金代的这些演员都是从宋代抓过去的啊，或者是遣送过去的，所以宋金杂剧是划等号的，都是宋代宫廷提供的嘛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宋代快灭亡的那尾巴怎么变成院本呢？那到底什么叫院本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。胡济先生啊，胡济会不会写忌讳的忌？胡济先生一辈子写的最好的一部书，就叫做《宋金杂剧考》。《宋金杂剧考》，他后来还有修订。他写这个书的时候28岁。平良心我说，他28岁有这样的学问吗？我也有这样的怀疑，因为他后来写的都不如他。那一个人应当有进步啊。他和我是非常熟的朋友啊，曾经自己身体不好也要托我干身后之事的，交情是到这个程度的啊。我很尊敬他，但是他在学术界确实有这样的给人的一种这个就奇怪的现象。好，他这个《宋金杂剧考》对院本的名义啊，考察的最详细的。
王伯伟先生很简单说，谚贬者，行谚之本也。但行谚又是什么呢？行谚的行要本来是写成什么？行是银行的行，中间还加个一个抵抗的抗的，去掉提手旁的那个抗字，高亢的亢，那个原来行谚的行是这么写。行谚呢，翻成现在的白话，就是破落户、大杂院的人家。那这种人是怎么样？庶民低层还高层啊？很低层的这种人物，所以他们包括的社会低层的这种各式各样人物，当然也尤其以什么为主呢？以乐府歌妓的这一些啊。乐府歌妓里边也分三六九等的，有的在宫廷是宫妓，官府官妓，啊，沦落到跑江湖的叫陆奇人，沦落到这个军营里边叫营妓，啊，所以各式各样都有，乞丐。啊，讨生活的各式各江湖人物都叫行谚，总称行谚人家。那为什么呢？我给他补充了，因为金哀宗他呢迁都，从北方，现在我们的大都就北京，因为元代包围攻打了，他就逃命往南逃，往现在的开封，因为开封已经从北宋的手中被金夺这个占领，金人就把它叫南京。金朝的南京，啊，那现在的北京叫好像中京还是什么，在沿途里边呢，所跟随的宋代的杂剧演员呢，啊，为了避难讨生活，就沦落到民间。沦落到民间去演出讨生活，因此本来宫廷的一种小戏群，幽灵的小戏群，沦落到民间变民间行宴人家演出的这个民间艺术。也就是说他的演出的主演者由宫廷幽灵转换成什么呀？民间的这些低层的行员人家，所以改称为谚本。各位，这一改变会不会民间庶民性俗文学通俗艺术大为注入啊？必然的现象，所以谚本身也有民间的加入。所以这个叫金谚本，纵使加入，他和宋金杂剧还是大体一样的，大体一样的，中间有变化，
变化就是愿邀愿串啊的这个新的这个表演形式。这个说起来又麻烦了啊。好，这些进来以后就变成我们所说的诵经杂剧院本，都有文献记载，一比较两者之间都差不多。怎么样差不多呢？有两段，我看了，看那个你们越看越糊涂，我用画的。诵经杂剧经验本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称呼。尤其经验本以后呢，又叫五花串落。经验本，那么五花呢，是因为它有五种角色来演出。这个串原来啊是西南少数民族叫串族，等于现在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，他们的地方性的民间歌舞艺术、民间小戏啊，曾经到过宋徽宗的时候，到过宋代宫廷去演出，那很有特色。穿的衣服，他踏步的那个步伐啊，完全是民族性很浓厚，所以啊，他的艺术性里边大家对他的这个舞蹈动作就踏串，踏串这个弄呢，串足的戏弄，这弄就是演出的乐曲舞蹈都可以叫弄，由五个人来演出，说五花串弄。各位，这个串本来是名词，慢慢的就变成什么，就把这个写成同音字，这样的串落，慢慢又变成这个字拽落。哎，是这样写还是我文章里边应当有啊、哦？好，后来干脆呢写简单一点嘛，写这个串落。我们现在客串串演本质就这个，后来又写错了，穿把演出的道具行头叫穿棺，就串演棺木所需要的道具行头叫穿棺，变成一个专有名词。穿棺还是这个串过来，好，这个变化啊，
所以客串都是从这一遍再变过来。穿观就串眼观目，这个字是这个字的儿写，错误的写法啊。那为什么叫五花串弄呢？因为啊，宋杂剧它由参军戏直接过来的，叫正杂剧。参军戏本来只有一段，它呢变成这个什么呢？通明两段。通明两段就是名字相同，故事内容不一样的两段演出，它扩展了。正杂剧之前就又有一个简单的道吟的叫宴段，所以最起先是三段，到后来又加入一段叫散段。各位，这加起来总共就几段呢？就四段了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后来元杂剧要几段呢？四则就这么来的。可是这个散段，他又叫女原子，在宫廷里边从来没有演出过，因为它内容是民间小戏，民间小戏一定要等到院本的时候它才加入。院本的时候在南北宋的宫廷中最先演出的是杂剧两段，后来加入第三种情形，在宋代没有，要到金院本以后。好，这演出的人五个人，一个是尹戏，一个叫莫尼，主演者互敬互摸啊，主演者。另外有这三个人，庄姑或者庄旦取其一，所以一二三四五，因为五个人演出叫五花串弄。那各位会觉得奇怪，互敬互摸主演，可见他演出是副手出场，那正敬正摸呢不出场演戏。好问题，摸你这个你是词尾，摸
是实质上的政诺。我们称总统就可以了，不必说正总统，对不对啊？可副总统一定要副总统。那有正诺副诺，那副镜正镜跑去哪里啊？各位，像这两个的称呼，就是戏曲角色在民间的俗称。像这个莫尼，这三者就是戏曲角色的专称。专称一定是符号性的，俗称一定是市井可以。市井里面的可以，一直到现在啊，各位，我们中国戏曲的角色一直到现在还是专称俗称并用的。比如说镜，我们称镜就是专称。当我们称它花脸，就是怎么样，俗称。我们说他黑头，因为他扮相像这个，像包公就黑头。我们说他重锤，就像徐延昭拿着两个大铁锤，叫他这个铜锤，大铜锤是俗称。我们称呼这个生角，生角它是专称。可当他扮骆驼书生，说他细酸，又瘦又弱又酸溜溜的人，细酸就是俗称。因为他穿这个什么呢，骆驼穷困，所以就自称这个皮鞋，因为他穿的是破皮鞋。各位，我中午啊有一点事要赶到什么去啊，戏曲学院，今天就讲到这啊，下礼拜啊我们把这个结束啊，然后再来看民间小戏又是怎么来的啊。